第57章，意外收获，有哪些特殊地方？罗峰随意反问道，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拉斯奥世界是一个建造出的广袤大陆，并非宇宙演变形成，即使历史上金角族一些强者死后遗留宝物，恐怕也早被收刮干净了。克部长老发觉到罗峰没什么兴趣，不由暗道，主人要我不惜一切代价杀死这个人类罗峰，可是旁边一个人类不朽护卫，还有那四番旗，他们俩实力都远远超过我，只要他们在，我根本没有杀死罗峰的可能。如果不能将这人类罗峰留在拉斯奥世界，恐怕我就没机会了。灵魂被清洗控制后，绝对忠诚于主人，主人命令最重要，即使牺牲生命都不会在乎。我金角族有族规，一旦达到宇宙级就得离开部落，出去历练闯荡。克部长老说道，所以在拉斯奥世界的一些荒凉之地，就会有一些不朽神灵建造自己的神殿，将那些出来闯荡的优秀者收入神殿内。我金角族是鼓励一些强大存在去一些荒野之地建造神殿的，这也导致族内青年们也无比期待的去历练闯荡。罗峰笑了，无比漫长悠久的岁月，一些强大存在陨落留下一些遗迹，我金角族元老们也不会刻意去寻宝。克不笑道，而其他不朽神灵想要探索整个拉斯奥世界根本不现实，所以还是产生了很多奇妙之地。同时我金角族为了让不朽神灵让普通族人实力得到提升，也建造了一些类似圣城的地方。圣杯塔毕竟只是对空间金一脉的强者效果好，而感悟其他法则的强者们则也有其他一些特殊之地。罗峰微微摇头，我没兴趣。有个地方殿下不去就实在可惜了。克部护腕上的智能光脑忽然射出一道光影，在半空中形成投影，投影上出现了简单的一些照片。这里就是人类强者进入我金角族家乡必去的一个地方。一直很随意的罗峰瞥了那些照片一眼，心都一颤，眼睛顿时亮起，死死盯着眼前这投影上的照片。怎么会？罗峰心中掀起滔天巨浪。照片上的图像是山脉峡谷内的一座巨大的雕像，整个雕像完全是一头庞大的类似蜥蜴的怪兽，巨型独角蜥蜴，那无形的威压透过照片都让人心悸。是他，兽神，是兽神的雕像。罗峰死死盯着那照片。血落大陆的一些寄语令罗峰知道，在无比遥远的一个时代，那血落大陆上有一头无比可怕的兽神和虚拟宇宙公司的超级存在进行一次次对决。虽然没亲眼看过兽神，可罗峰却能感觉到兽神的可怕，远远超过金角巨兽，远远超过毁缩巨兽。克部长老见罗峰表情，顿时微笑起来，这里就是我金角族家乡无比特殊的一个地方，也是人类强大存在来到后几乎必去的一个地方，兽神峡谷。兽神峡谷？罗峰看着克部长老，金角族群也称呼着雕像的存在叫兽神。我族最伟大的存在希罗多元老曾经说过，他的绝学就是从这巨型兽神雕像中悟出。克部长老感叹道，当时希罗多元老还说，只要有谁能悟透这一座巨型兽神雕像，那么便会拥有媲美他的实力。罗峰全身一颤，媲美希罗多的实力？希罗多那可是整个金角族群最伟大的领袖，独自即可坐镇整个族群，何等伟大。正因为希罗多元老说过这话，克部长老唏嘘道，我族亿万年来无数族人去观看那巨型兽神雕像，可是谁都没有发现其中奥秘，就算是元老们也没听说哪一位元老悟透了这一座巨型兽神雕像，连你们人类的许多伟大存在都来到我们这，就是专门为了观看这巨型兽神雕像，想要悟透兽神雕像拥有媲美希罗多的实力，不过似乎没听说谁悟透。当然或许人类中有伟大存在悟透了这一座巨型兽神雕像，可能并没公开吧。罗峰哑然，原来金角族历史最伟大的领袖希罗多拥有那般能力是悟透这座雕像后拥有的。四番旗长老，有这么回事？罗峰看向身侧四番旗。四番旗点头，随即笑着摇头，不过无数年来除了伟大的希罗多，再没有谁能够弄明白这兽神雕像，就算是我看到那巨型兽神雕像也只会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雕像，那些雕刻纹理也没什么特殊，根本看不明白。甚至于我金角族都曾经有元老建议切开这巨型雕像，看这巨型兽神雕像内部是否藏有特殊秘密。当然出于对希罗多元老的尊重，以及都相信希罗多元老所说，所以绝对禁止破坏那巨型兽神雕像，可是就是看不出什么。四番旗摇头。罗峰暗惊，四番旗那可是封王级不朽神灵，能够瞬移的强横存在，如果放在前无宇宙国，恐怕就前无国主比他强而已，这样的存在竟然啥都看不出来。带我去，罗峰直接说道。陨墨星号离开了圣城，朝兽神峡谷飞去。殿下你能带我一道前往兽神峡谷，实在感谢。陨墨星号控制室内，岩石灰战铠男子克部长老说道。
没什么。罗峰看着外面无尽大地，你也要去兽神峡谷拜会朋友，既然顺路一起走也没什么。说完，罗峰转头便回休息舱，迪伦则是住在罗峰旁边的一个休息舱内，负责保护。现在的确是没机会，这个叫迪伦的是一直跟随罗峰，那不朽之力随时环绕罗峰周围以警戒。克布长老看了眼迪伦的背影，心中暗道，不过不急，等去了兽神峡谷，那里强者如云，乱得很，定有机会。兽神峡谷离圣城距离不算太远，与墨星号飞船飞行近一个月后便抵达目的地。在连绵的山脉上空，血色三角形飞船开始减速，片刻后悬浮当空，哗，舱门开启，罗峰带着迪伦等人飞出来，同时直接将这陨墨星号收入自己的体内世界中。罗峰殿下，四番旗长老遥指远处，那就是兽神峡谷，那一座巨型兽神雕像就在那里。罗峰遥遥看去，隐约看到那峡谷中有着模糊影子，过去。罗峰一声令下，嗖嗖嗖，瞬间便飞过上万公里，罗峰等人直接飞到兽神峡谷上空。好多金角族人。罗峰看着那峡谷崖壁上一些洞穴内苦修者般的金角族人，还有在那广阔峡谷地面上枯坐的一些金角族人，不由暗叹。因为希罗多元老说过，只要能弄懂悟透这座巨型兽神雕像，就拥有媲美他的实力。所以我金角族无数强者汇聚在这。克布长老指着下方笑道，看，那座高约3000公里的宫殿就是一座元老宫殿，是专门驻扎在这保护兽神雕像的。罗峰也一眼看到下方那座巍峨的宫殿，可是和巨型兽神雕像一比，宫殿显得很普通。巨型兽神雕像趴在那呈酣睡外形，它身体长度加上那条尾巴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克布讲述道。罗峰却是迅速下降，飞向那座巨大的兽神雕像。呼，罗峰降落在地面上，抬头看着这无比庞大的巨型兽神雕像。自己在血落世界是曾经得到过一个兽神雕像，可那个雕像非常的小巧，同时自己的兽神雕像是四蹄站立着，独角昂然，刺天的姿态。而眼前这座连绵上万公里的巨型兽神雕像趴在那闭着眼沉睡着，每一片鳞片都无比的清晰，好可怕的威压。仅仅只是一座没有生命的巨型雕像，竟然让我感觉到面对那圣城元老时的威压。罗峰看着这沉睡兽神巨型雕像，不由屏息，殿下，这兽神雕像怎么都发现不了其奥秘所在，可是就算是不朽神灵，就算是元老，也无法渗透兽神雕像查探其内部。落在罗峰身侧的四番旗长老感叹道，谁也弄不懂他的奥秘。我也看不懂。罗峰眉头微皱，低声道，是的，自己看不透，自己得到的那小型兽神雕像，金角巨兽研究司天一肘，反而能感应到那小型兽神雕像中蕴含的那股神，感应到那股玄妙意境，追随着那股意境，金角巨兽不断的进步突破。可是眼前这座巍峨的巨型兽神雕像，罗峰非常确定和自己的兽神雕像都是兽神，除了那可怕的威压，感觉不到其他，一定有什么奥秘，那希罗多还不至于随便弄一个雕像戏弄自己族群亿万年。罗峰仰头盯着那巨型兽神雕像，我对照小型兽神雕像，二者对照起来看看有什么区别，从每一个鳞甲都相互对照起来看。而此刻不单单是罗峰，不单单是金角族人，还有其他几位人类中的强大存在也在苦苦琢磨眼前这个巨型雕像。第58章雕像。一身银色战铠的罗峰双眸如电，抬头看着前方的巨型兽神雕像，一边观看这巨型兽神雕像，同时体内世界的金角巨兽则是仔细观看小型兽神雕像进行对照。罗峰环绕着巨型兽神雕像行走，快如幻影，一步便已经窜出数千公里。殿下，迪伦有些疑惑。迪伦，这罗峰殿下是在干什么？四番旗也疑惑道，难道想要看清楚巨型兽神雕像每一处？可这些势力带早有无数族人做过，根本没发现有什么特殊的。我也不知道。迪伦摇头。在他们二人谈话间，罗峰竟然开始一飞冲天，飞到了兽神雕像高空上千公里，从高看俯瞰巨型兽神雕像的脊背，观看脊背位置、脖梗、头颅等一些部位。片刻，罗峰便算是将整个巨型兽神雕像仔仔细细看了一个遍。呼，罗峰目光终于从巨型兽神雕像上转移开，俯瞰向下方的兽神峡谷谷底。一眼看去，那广袤数万公里宽、百万公里长的谷底，除了少数一些宫殿建筑外，那地面上随处可见一些盘膝静坐的金角族苦修者们。上亿苦修者几乎个个盘膝静坐，那无形中形成的气势丝毫不比巨型兽神雕像差。上亿苦修者，历代强者都来琢磨巨型兽神雕像，想要成为希罗多纳等伟大存在。罗峰摇头，随即仿佛一道陨石流星迅速朝下方坠落，
当要落到谷底时，速度骤然下降，银色金属战靴缓缓踩踏在地面上。殿下，迪伦四番齐连迎过来，我需要思考下。罗峰说了声，便盘膝坐在土石地面上，身上的铠甲都砸得土石裂开。迪伦四番齐站在罗峰身侧，默默保护罗峰。竟然是这样，这巨型兽神雕像和我在血落世界得到的那小型兽神雕像竟然区别这么大。罗峰想起之前对照的结果，不由有些震惊。相同点：一，外形身体比例是一样，绝对是同一对象；二，身上鳞片数量是一样，都是90729枚鳞片。不同点一是身上鳞片造型不一样。二，这巨型兽神雕像并没有那种神韵，那股意境。罗峰皱眉思索着，两座雕像体积相差极大，一者长达上万公里，而另外一个小型兽神雕像高度约30公分，长度约一米而已。可是这两座雕像相差再大，身体比例是一样的，且不管什么姿态，身上鳞片数量一模一样。连那酣睡趴在那的巨型兽神雕像，它的腹部，它蜷缩被压着的体爪上面的鳞片，即使肉眼看不到，可罗峰用地球人本尊的一丝念力扫过去，发现那兽神庞大身体和体爪压在一起处，并非说因为连接就没鳞片，同样是有鳞片的，就好像这是一头活的远古巨兽趴在那化为雕像似的。好怪啊，身上鳞片数量都一样，都是90729枚，可是鳞片造型却不同，给我的感觉是小型兽神雕像身上的鳞片更加有规律有神韵，而这巨型兽神雕像身上的鳞片却没有什么规律，可这巨型雕像却能散发那般可怕的威压，到底怎么回事？罗峰苦苦思索。自希罗多将这兽神雕像留在金角族群中，漫长的岁月里，不知道有多少强者来参悟观摩，连人类中都有一些强大的存在，如一些宇宙尊者、宇宙国主们过来参悟，却始终没有生命能够弄懂这一座巨型兽神雕像。或许有弄懂的，秘而不宣吧，可至少公开的，还不曾听说过谁弄懂这座巨型兽神雕像。那么多绝世存在没弄懂，罗峰一个小小刚刚踏入界主级的只是有些际遇而已，想要弄懂无疑是痴人说梦。罗峰在那枯坐思索，一坐便是三个多月。迪伦、四番奇、卡什纳五名人类界主都乖乖在旁守护，而那克布长老则刚刚抵达兽神峡谷时就已经和罗峰告别，去见他在兽神峡谷的好友了。迪伦和五名界主倒也不无聊，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巨型兽神雕像，也一个个苦心琢磨，他们也梦想说不定能悟透这巨型兽神雕像，那样他们就能一步登天了。四番奇和弟子卡什纳却无聊得很，因为他们早就尝试过了。呼，罗峰长呼一口气。殿下，迪伦、四番奇立即看过来。没什么，罗峰笑着摇头，随即又闭上眼，大部分意识都进入体内世界了。体内世界广袤浩瀚，一艘陨墨星号飞船正停在一片草原上，现如今因为有了体内世界，陨墨星号则无需放在巴巴塔的储物空间内了。巴巴塔，将我之前记录拍摄的照片合成巨型兽神雕像投影。黑衣罗峰站在陨墨星号旁下令。明白。陨墨星号飞船立即射出迷蒙光线，最后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长达上万公里的无比庞大的兽神沉睡雕像，模样和外界的巨型兽神雕像是一模一样，即使是投影雕像也隐隐有着无形的威压弥漫开，只是没有巨型兽神雕像那般强大明显。我敢确定。黑衣魔杀罗峰盯着那巨大雕像投影，双眸发亮，问题一定是在鳞片上。巨型兽神雕像和小型兽神雕像鳞片竟然都是诡异的90729枚，一个长达上万公里的雕刻和长仅仅一米左右的雕刻鳞片数量却一样，估计鳞片数量一旦不对，估计就没这威压了。罗峰略过这个念头后，立即下令巴巴塔对这雕像投影进行改动，将其中一片大鳞片分成两个小型鳞片。是，巴巴塔应道。天空中投影的巨型雕像其中一片鳞片隐隐变动，分为两个小一号的鳞片。轰，威压消散，原本让人心悸的投影顿时变成很普通的没有丝毫威压的雕像投影。果然，罗峰眼睛一亮，恢复原先模样，同时改变其中一片鳞片的纹理。罗峰再度下令，恢复后淡淡威压再度出现，纹理略一改变，威压消失变得普通。罗峰愈加确认，问题关键就是在那雕像上的90729枚鳞片上。黑衣魔杀族罗峰随手一招便出现了一尊小型兽神雕像，这尊小型兽神雕像四蹄站立，独角昂然刺天，那股霸气威压隐隐弥漫开，那股独特的神韵就仿佛罗峰亲眼看到活的那远古巨兽似的。巴巴塔将这小型兽神雕像也进行投影放大，放大到上万公里。黑衣罗峰下令。是，顿时天空中有两头无比庞大的兽神雕像投影，
一者是酣睡沉睡状态，一者是四蹄站立，昂头充满霸气杀气的姿态，都有威压。黑衣罗峰皱眉摸着下巴嘀咕着，沉睡兽神雕像威压更强，站立兽神雕像威压弱些。不对，应该说站立兽神雕像有神，有着独立的神韵，神具威压收敛，而那巨型兽神雕像根本没有那股神，也没有那种独特的意境。看到沉睡兽神雕像，根本没有看到活生生兽神的感觉，没有神导致那些威压散乱开，才会显得那般强。只要不是傻子，都能清晰感觉到，明显是站立的那兽神雕像更生动，就完全是一头活生生兽神似的。一者感觉是生物，一者感觉是死物，区别极大，鳞片纹理也不一样。黑衣罗峰暗道，试试看。轰隆隆，远处一道黑色幻影飞来，随即落在苍茫的大草原上，直接踩踏的一些草地都凹陷下。那是一头无比庞大，好似山脉的巨兽，金角巨兽。金角巨兽研究兽神雕像，最是得心应手。黑衣罗峰嘀咕，就让金角巨兽来尝试刻出兽神雕像来。是的，刻。亲手模仿刻一遍，来体会这鳞片纹理的区别，这是罗峰想到的一个办法。先刻入沉睡兽神雕像。黑衣罗峰心意一动，顿时草原大地上大量世界之力汇聚，开始凭空生出了一长过万公里的大型山脉。这一座山脉纯粹是用来雕刻用的，并且世界之力同时生出足足上万把不同规格的雕刻刀，大者上百公里长，小者比蚂蚁还小。金角巨兽站在大草原上，鳞甲翅膀微微扇动，环绕着这一座长达过万公里的山脉飞行，同时念力操控那上万把雕刻刀，开始迅速雕刻山脉。力量操控达到界主级后，用念力操控，就算精细到一毫米、一微米乃至一纳米都不可能出错。成功。片刻后，一头庞大的岩石沉睡兽神雕像便雕刻而成，栩栩如生。真是够难的，每一道纹理变化都那般复杂。不过倒是怪了，怎么没有丝毫威压。金角巨兽在半空中，眼眸中有着一丝疑惑。不管了，再尝试模仿雕刻那小型兽神雕像吧。草原上出现另外一国万公里的山脉，金角巨兽再度操控那上万把不同规格的雕刻刀，开始进行雕刻。兽神雕像的大概体型很容易雕刻，主要是鳞甲纹理最复杂。刚刚雕刻12片鳞片，金角巨兽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巨大的头颅摆动了下，强忍着痛楚又继续尝试雕刻纹理。越是雕刻，金角巨兽的痛苦感就越强，仿佛一股无形的束缚威压直接压迫整个身躯，甚至于那无形压迫直接压迫灵魂。吼！金角巨兽痛苦嘶吼一声，鼻孔、双眸、那鳞甲翅膀上、蹄爪、龙尾上都渗透出大量的金色血迹，随即哀鸣一声，整个直接从半空坠落，轰隆一声砸落在草原上。第59章行与神。草原都猛地一震，庞大如山脉的金角巨兽跌落在草原上，鳞甲上满是渗透出的金色血迹，连部分鳞甲上都有着裂痕，双眸口鼻都有金色血迹渗透出。顿时汹涌的世界之力迅速浮散开，包裹整个金角巨兽，开始修复金角巨兽身上的伤势。外界拉斯奥世界兽神峡谷中，如同其他上一盘戏静坐的苦修者一般静坐静修的罗峰，却忽然痛苦的低声呻吟声，双手死死抓住地面碎石，将那些碎石都捏成粉末。殿下，罗峰殿下，你怎么了？同样在一旁盘膝静坐的迪伦、四番旗大吃一惊，他们都发现了罗峰脸上的痛苦之色。罗峰没回答，只是双手死死抓着地面，额头更是青筋暴突扭曲。呼出一口气，罗峰睁开眼，有些疲惫，看了眼迪伦、四番旗，没什么，不用担心。迪伦、四番旗相视一眼，没什么，没什么才见鬼了，好好的坐在那。而且在他们两大不朽神灵警戒下，罗峰是绝对没有受到丝毫其他攻击的。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罗峰竟然露出这等痛苦之色，这实在太怪了。罗峰可是宇宙强者，可不会莫名其妙身体生病啥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殿下看来有秘密啊。迪伦心底暗道，这人类罗峰也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四番旗也暗道。罗峰坐在那，抬头看着远处那庞大无比的沉睡兽神雕像，心中则是震荡不已。为什么？我仅仅是临摹那小型兽神雕像的鳞甲纹理雕刻，竟然受到无形的压迫，不但作用在金角巨兽身体上，甚至于都作用在灵魂上，导致魔杀族分身和地球人本尊灵魂同样受到影响。怎么会这样？罗峰感到不可思议，自己也临摹雕刻了沉睡兽神雕像，可为什么临摹小型兽神雕像就出问题了？而且金角巨兽可是在体内世界自己的地盘，根本不可能遭到其他什么超级强者的攻击，更何况迪伦、四番旗他们俩就在旁边，我没遭到其他强者攻击，那是谁在攻击我？不攻击我，不可能无缘无故重伤。罗峰眉头紧锁，
金角巨兽在体内世界内都被压迫的重创，那种无形可怕的同时作用在肉体灵魂上的压迫无比的可怕。罗峰回忆起之前的感觉都不由有些战栗，那是一种根本无法反抗的感觉。那么只有两种解释。一，有一个实力远远超过我想象的超级存在，阻止我临摹小型兽神雕像，所以惩罚我。罗峰暗道。二，如果不是强者在阻止我，那么就是宇宙运转规则在压迫我。宇宙在压迫罗峰？是的。按照罗峰的了解，整个宇宙是具有运转规则的，比如宇宙空间被轰碎，那么自然会被修补。一旦速度达到光速，就会被传去暗宇宙。等等，这些都是宇宙本身运转规则的一种体现。而假设自己刚才行为触碰到宇宙规则，很可能遭到反弹。在原始宇宙内，就得遵守宇宙的运转规则。宇宙运转有独特的规则，任何违逆宇宙运转规则的都将遭到反弹。罗峰暗道，我见到过有违逆宇宙规则的，如地球上得到的金属板上的无名逆点，显然就是打破了基因进化的基本规则。那位超级大能能够创造出违逆规则却能传承的秘法。可罗峰显然对宇宙规则运转仅仅是了解些皮毛，还做不到避免规则的反弹压迫。两种可能，到底是哪一种？罗峰暗道，超级强者惩罚我，这种可能性极低，因为能够不被四番奇他们有丝毫发现，还能透过我体内世界攻击金角巨兽，要做到绝对是超过我想象的那等伟大存在。而那等存在有必要一直监看着我？罗峰虽然自信却不自大，自己还没到能让那等存在时刻监看自己的地步。而且我是临摹小型兽神雕像鳞甲时遭到反弹压迫的。罗峰暗道，综合判断是宇宙规则压迫自己的可能性达到九成。呼，做出判断，罗峰却松了一口气。宇宙浩荡广袤，孕育亿万族群，孕育无数生命强者，宇宙运转规则是最公正，没有丝毫偏颇的。甚至于在金角巨兽的传承记忆中也仅仅描述了宇宙运转规则的存在，可显然这种规则是为了整个宇宙的稳定，不会说直接杀死某个生命，至少传承记忆中没听说宇宙规则杀死谁。我刚才的行为触碰了宇宙规则的底线。罗峰抬头看着远处巨大的兽神雕像，心中则激动起来。宇宙运转规则底线代表什么？代表着兽神雕像上蕴含的秘密，蕴藏着宇宙中一种巅峰秘密，甚至会受到宇宙运转规则的干预。假设我能够弄懂这大秘密，如那希罗多所说，成为那等无敌存在，还真应该是真的。罗峰暗道，难怪亿万年一直没听说谁能够弄透眼前这座沉睡兽神雕像，毕竟这沉睡兽神雕像是和那小型兽神雕像是同一生命。宇宙巅峰秘密。罗峰真的激动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得到了一个了不得的机遇。兽神雕像可能是有一条引领自己通往宇宙无敌般存在的引路灯。就算自信如罗峰，也非常清楚成为宇宙中超级存在是何等艰难。人类、金角族群等等这些存在宇宙的历史无比悠久，可是宇宙尊者及强者已经稀少成那样。那么如希罗多那般独自便可引领一个族群屹立宇宙的超级存在是何等的稀少，至少金角族群历史上才这么一个。我的小型兽神雕像明显比这大型兽神雕像更加珍贵。罗峰暗道，我临摹大型兽神雕像没事，可临摹小型兽神雕像却遭到宇宙运转规则压迫，并且小型兽神雕像明显具有独特的神，好似真正的兽神。而且这小型兽神雕像也是当年兽神生存之地血落世界中得来的，应该算是原版。那大型兽神雕像估计不知道是某个超级存在雕刻的。意识到两座兽神雕像代表的含义后，罗峰非常清楚必须抓住机遇。大型兽神雕像应该算是低层次雕像，小型兽神雕像应该算是高层次雕像。罗峰心中判断，临摹大型的没事，而且大型兽神雕像威压虽然强却无神。那么饭一口一口吃，我先仔细研究大型兽神雕像的鳞甲纹理，等实力足够再来研究小型兽神雕像。罗峰暗道，这小型兽神雕像也是某位存在留下的，自然人家能留下，显然抵抗宇宙运转规则并非不可能。罗峰清楚自己在人类族群中都只能算是一个小蚂蚁，而人类族群只是亿万族群中的几个巅峰族群之一，和宇宙运转规则比自己太渺小了。开始吧。罗峰看着兽神峡谷中那庞大的兽神雕像，念力释放开，仔细感应那沉睡兽神雕像的鳞甲纹理。因为自己虽然临摹沉睡雕像成功却没丝毫威压，所以罗峰得弄清楚原因。波动。当罗峰念力仔细探查鳞甲纹理时，不像上次只是简单迅速将整个沉睡雕像看个遍，而是仔细去感应体会。渐渐的，
罗峰就感觉到鳞甲纹理引起周围的一些波动，那是宇宙规则的波动，却并非金、木、水、火、土、风、雷电、光线、时间、空间任何一种本源法则的波动，可这种波动却更加让人心悸。无形的威压就是因为这些波动引起的。原来奥妙在这，鳞甲纹理怎么会引起波动？这些鳞甲纹理仿佛连绵一体似的，罗峰渐渐发现一些实质。其实罗峰发现的，金角族群的历代强者，人类强者们早发现了，否则也不至于这么多强者聚集在这不断研究了。体内世界中，当地球人本尊愈加仔细地观摩巨型兽神雕像时，在体内世界的一片大草原上，金角巨兽却是再一次在山脉上进行雕刻沉睡兽神雕像的鳞甲。我之前是错了，雕刻应该是一气呵成，九万多片鳞甲应该是一笔雕刻而成，形成一种类似法则秘文的玄妙玩意，引动了非金、木、水、火、土、风、雷电、光线、时间、空间任何一种法则的宇宙波动。摩沙罗峰也站在一旁观看金角巨兽进行的雕刻。摩沙罗峰观看金角巨兽雕刻，地球人本尊观看沉睡兽神雕像本身，时而摩沙罗峰再去观看小型兽神雕像，体会那股神，让另外两个分身也明白那股神韵。所谓拳打千遍，其义自现。一个道理，在法则感悟方面也有一个非常枯燥的参悟方法，就是将某一位强者自创的秘法不断地进行练习临摹，按照强者施展秘法的轨迹方法等等，一遍万遍亿万遍的临摹，当越来越精准，会自然而然感应到一些法则波动。这是一种蠢方法，不求感悟真正奥妙，只求能够施展。这种方法注定了没法悟透一项法则。可是罗峰明白，这兽神雕像蕴含的秘密可能比单单悟透空间法则或者悟透时间法则成为宇宙尊者还要难得多。宇宙尊者离自己都很遥远了，那想要悟透奥秘对自己就更加遥远。既然如此，那就用蠢办法，一遍万遍亿万遍的临摹。别人临摹会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因为沉睡兽神雕像就让人找寻不到真正的神韵意境。黑衣罗峰抬头看着金角巨兽一遍遍雕刻，可是我有准确的标准。黑衣罗峰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小型兽神雕像，很简单，在雕刻时将那雕刻感觉朝小型兽神雕像的神韵靠近，心中不断体会着古神，同时不断的雕刻，有形有神，才能逐渐有所成。这是罗峰认为参悟兽神雕像奥秘的一个蠢办法，也是对他这等实力而言最现实最踏实的一个办法。我不求弄透奥秘，我只求从中得到一星半点，那么我便受用无穷，等到将来实力足够才慢慢琢磨就是。罗峰就是这么想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60章积分。说做就做，在广袤的体内世界中，金角巨兽便盘踞在那一座山脉前，念力操控着上万把雕刻刀进行一次次尝试雕刻，时而便操控世界之力将山脉复原，而后再度雕刻，再度复原，再度雕刻，如此循环。临摹巨型兽神雕像鳞甲纹理，一次次失败，总是感觉不到威压和意境。失败十次、百次、千次，失败三千多次了，真够难的。那就临摹小型兽神雕像，临摹几片鳞甲即可。金角巨兽有着上次被宇宙运转法则压迫的经历，所以非常小心地进行临摹。临摹这小型兽神雕像鳞甲纹理，自然而然有一种独特的感受，仿佛在刻画着宇宙之道。随着雕刻，那无形的宇宙运转法则压迫再度降临，逐渐变强。停止，雕刻了十片鳞甲，金角巨兽便停下，随即低吼一声，转头又操控大量雕刻刀继续尝试临摹巨型兽神雕像。地球人本尊坐在兽神峡谷观看那巨型雕像，不断感应着那奇异波动。金角巨兽则负责一次次雕刻尝试。摩沙族分身则是手持小型兽神雕像，不断观察小型兽神雕像，感应着小型兽神雕像那独特的神和意境，越是感应就更加清晰感觉到这兽神的可怕，那是一种让人站立让人臣服的存在。三者结合，不眠不休，完全沉浸其中。因为金角巨兽每次雕刻都是一气呵成，快如闪电，所以地球时间一天一般能雕刻上万次。在这种状态下，转眼便过去一年多。星空巨兽天生是寂寞的，这金角巨兽盘踞在草原上，不眠不休操控那些雕刻刀，闪电般对前方庞大的山脉进行雕刻，瞬间雕刻完成，瞬间世界之力便将山脉复原，瞬间再度雕刻完成，速度简直快得吓人。金角巨兽刚要再度操控世界之力恢复山脉，却忽然停下了。轰隆隆，原本趴在那的金角巨兽忽然四蹄站立起来，暗金色眼眸中迸发出激动之色，盯着眼前已经雕刻成沉睡兽神模样的连绵上万公里的雕像。靠！磨砂黑衣罗峰一个闪身，
也直接落到这兽神岩石雕像前，伸手触摸着石刻，感受着整个兽神雕像若有若无微弱到极致的波动。波动就是那种宇宙法则波动，非金木水火土风雷电光线时间空间任何一种。魔杀罗峰激动地嚎叫起来，我靠，我成功了，我竟然临摹出那么一丝味道了，引动宇宙本源的一丝波动了。呜，草原上金角巨兽也是仰头发出兴奋嘶吼声，声音回荡在无尽的草原上空。外界兽神峡谷中，盘西静坐在那的罗峰脸上难忍激动之色，盯着远处的兽神雕像，真的很想吼叫，太兴奋了，真的是太兴奋了。一年多了，临摹已经超过500万次，尝试临摹小型兽神雕像都超过100次了。魔杀族分身就一直盯着小型兽神雕像，一直记忆着那神韵那意境，要将神韵意境融入潜意识中，没想到还真让我临摹成功那么一次。罗峰激动无比，这次的临摹成功，其实金角巨兽临摹出的雕刻所蕴含的波动若有若无，已经微弱到极致，而巨型兽神雕像本身的波动却非常正常，且产生的威压丝毫不比元老宇宙尊者级的存在的威压弱，而金角巨兽临摹出的雕像现在却一点威压都没有。威压无，宇宙法则波动可能只是巨型兽神雕像的万亿分之一，罗峰暗道，不过至少已经有成果了，现在这点成果对我的实力没多大帮助，可至少证明了一点，我的方法是可行的，继续下去不断提高，随着所能临摹模仿出的那丝意境越来越强，那么对我的益处将来肯定会非常惊人。罗峰知道兽神雕像是一个真正的大宝藏，自己也是运气够好，小型兽神雕像本身根本无法临摹，一旦临摹稍微多一点鳞甲，就会遭到宇宙法则运转的干预压迫。大型兽神雕像可以临摹，却无真正的神韵，让人临摹时心中没有准确的目标，二者结合才能有所成。而小型兽神雕像在血落大陆那可是至宝，虽没人弄明白奥妙，可地位却极高，至少宇宙中流传的兽神雕像肯定极少极少，而其中有一个落到了罗峰手中。殿下，罗峰殿下，迪伦四番奇都发觉罗峰的一些情绪波动，都开口询问。哈哈，罗峰回头看了眼迪伦四番奇，不由连道，这一座便一年多了，不过我对这兽神雕像很有兴趣，估计还要待上10年100年。四番奇长老，如果你有事就尽早回塔文部落吧，我在兽神峡谷参悟结束后会直接离开拉斯奥世界的。时间无限，四番奇长老笑道，百年千年对我不过只是一瞬，殿下不必担心我，如果真有急事我肯定会和殿下说离开的。嗯，罗峰点头，随即看了眼迪伦，二人交流了下眼神，便无需多说。迪伦的任务就是保护罗峰，而在御主级本来就是最后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宇宙级时是在虚拟宇宙公司几个老巢内，御主级时还有护卫军保护，可到了界主级就是真正单独闯荡流浪宇宙了，所以在罗峰御主级这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罗峰的修炼，迪伦宁可自己少修炼那么几千年也不会打扰罗峰的修炼。罗峰三大分身彼此合作，在第一次成功后又让金角巨兽继续尝试临摹，却发现临摹10次才能成功一次，又临摹半月左右，差不多达到临摹3次即可成功一次，在临摹半月终于完全固定了达到临摹1次即可成功的地步。此刻罗峰算是真正把握住那么最薄弱的一丝意境，罗峰将这种意境命名为兽神意境，这兽神意境我现在已经有着那么一丝把握了，连金角巨兽分身施展司天一爪，感觉威力似乎也更强了些。罗峰盘膝坐在碎石地上，在远处可见一个个金角族人身影，上一强者密密麻麻枯坐在峡谷，就仿佛劈天盖地的蝗虫。嗯，既然勉强把握住这么一丝兽神意境，那么就开始长期驻扎在这潜修吧。罗峰做出决定，在哪里修炼不是修炼，就算陪妻子父母孩子偶尔在虚拟宇宙中见面即可，毕竟是100%虚拟，跟真的没多大区别。我在这潜修的岁月里得先兑换呐万星控魂秘法。罗峰当即奋出一丝意识进入虚拟宇宙网络。虚拟宇宙雨象山原始区罗峰的庄园内。书房中，罗峰坐在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迅速点开宝库文件，随即点开其中的秘法类分类，仅仅片刻便从中找寻到了万星控魂秘法。万星控魂秘法属控制类秘法中极为上等的一种，比呼延博所创的魂印要强得多，呼延博即使是封侯级不朽实力，当初也是根本拿界主级的重组母巢没有任何办法，即使他有钱也没渠道购买到一些极珍贵的秘典，毕竟整个人类族群
创出的能控制虫族母巢的秘法也就29种，种种价格都高昂。靠，真贵啊。罗峰看着上面的价格，不同于时空随笔那种最最顶级的昂贵秘典可以分层购买，这万星控魂秘法是不可以分层购买的，要买则必须全部一次性买下。万星控魂秘法，控制灵魂奴仆的秘法，兑换价格150000积分，原始秘境7折，太初秘境8折，天地秘境9折，末世秘境全价150万积分。真敢要价。罗峰看着这价格心疼无比，实在太狠了。呼延博老师的秘法魂印，整个魂印秘法的价格也就在10000积分左右，而单独的奴隶魂印恐怕也就值数千积分。而这万星控魂秘法同样是控制灵魂奴仆的，却高达150万积分。站在罗峰肩膀上的巴巴塔撇嘴道，别嫌贵，如果不是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你就是拿着200万乃至300万混元单位都别想买到这秘典。只要得到一头虫族母巢的强者，一般会不惜倾家荡产要购买能控制虫族母巢的秘法的。只要虚拟宇宙公司在拍卖会上愿意卖出这么一份秘法，会遭到一群强者的竞拍。罗峰摸摸下巴，这点自己当然知道，可是自己穷啊。我的积分，之前那价值20万积分的任务，一年期限到时依旧还有2名目标在逃，导致我的完成度只有 85%。 那次任务我只得到17万积分，得到积分最多的是2次绝境级任务，魔银山那次是40万积分，迷踪星系那次是50万积分。罗峰看着页面上自己的积分显示，总积分131660。第61章万星控魂秘法，得到积分主要是靠的10次危险级任务和2次绝境级任务，才累计到1316060积分。和其他的宇宙级天才比较而言，罗峰的积分已经极高极高了。这万星控魂秘法价格是150万积分，自己是原始秘境成员可以七折，也需要105万积分。我买了这万星控魂秘法，将来购买时空随笔第4册怎么办？现在我已经将第3幅图暴雨图感悟差不多，下面需要做的是将那72种本质悟透即可，在之后就得感悟第幅图了。罗峰眉头微皱，那时空随笔前4册或第4册需要100万积分，自己哪来的积分？而且这时空随笔就仿佛那位创造九宇混沌碑的伟大存在随时在旁边指导一般，让自己磨砂族分身感悟空间法则时，一旦遇到疑惑，观看时空随笔很容易得到启迪，这是修炼九宇混沌碑最好的参考秘典，自己是肯定的买的。不管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活人难道还能被尿憋死？罗峰一咬牙，虫族母巢培养好了，潜能无限，全身积分耗光也得花。当即罗峰轻轻点击购买，屏幕页面上迅速出现3则提示，交易成功，扣除105万积分，余额266060积分，请等待，马上会有人将秘法送到。罗峰看着页面上的个人积分余额一栏，那266060的数字真的让人有些心痛，积分真是不够花，自己哪来的积分去购买时空随笔第4册呢？而御主级去执行任务是需要等待虚拟宇宙公司下派的，虚拟宇宙公司不下派就没任务，下派才有任务赚积分。第4册是100万积分，第5册是1000万积分，第6册就是1亿积分了。我的老天，罗峰眨巴下眼睛，想要得到最好的资源，那么就得付出足够大的代价，自己这仅剩的26万多点的积分还真是塞牙缝都不够。片刻后，虚拟宇宙公司的成员便将万星控魂秘法送到雨象山原始区，罗峰亲自去接收了那装有秘法的银色手提箱。万星控魂秘法，罗峰将手提箱放在桌上，咔嗒一下便开启了箱子。这银色手提箱内摆放着仅仅一本书籍，这本书籍比正常14寸笔记本电脑要大一号，厚度则是在12厘米，纸张极为的薄，整个万星控魂秘法秘法书籍有近5000页。书籍封面上有万星控魂4个字，边缘角落有着提普的署名。提普创出这套秘法的存在吗？罗峰思考着，随手在旁边的笔记本电脑里输入查找提普的有关讯息，不过搜索结果却显示权限不够，禁止查探。这万星控魂秘法是控制虫族母巢秘法中最上等几种中的一个，能创出这等秘法，这创造者在我人类族群肯定地位极高极高。我现在原始秘境成员身份依旧没权限查探。罗峰摇头不再多想，便翻开了这厚厚的大块头书籍，随着阅读了解越来越多。在能控制虫族母巢的29种秘法中，如万星控魂秘法效果的确更强，借主籍即可控制借主籍的虫族母巢，可要求也极为苛刻。按照罗峰当初了解的讯息，这万星控魂秘法重要的是万星二字，主要是一星多用，且是极限情况下的多用。而罗峰的念力振幅强度达到3200多，也就是说罗峰保持每一道思维达到极限控制的情况下，
可以同时分心操控念力3200多。万星控魂秘法共分五层。第一层一星境，第二层十星境，第三层百星境，第四层千星境，第五层万星境。其中那第一层最简单，一般只要是界主级精神念师稍微花费些精力都能轻易练成，一旦练成即可最多操控一名灵魂奴仆。这第二层就很难了，练成后可以操控十名灵魂奴仆，一般界主精神念师需要耗费极大精力才可练成。至于第三层属于非常艰难的，首先灵魂振幅强度至少达到100才有可能练成，这是先决条件。就算灵魂振幅强度达到正常界主的极限100，也需要耗费不知道多少年的光阴去研究琢磨才能最终练成，一旦练成即可操控100名灵魂奴仆。第四层极限难度，界主级精神念师几乎没有练成的可能，因为先决条件是念力振幅强度达到1000，一般很多封王级不朽神灵也只是部分能达到，就算念力振幅强度达到1000，要练成也很难，练成后即可操控1000名灵魂奴仆。第五层传说中的境界，先决条件念力振幅强度达到1万，然而就算伟大如那等宇宙国主般存在，念力振幅强度能达到1万的也少得可怜。按照书籍中描述，这一层就算是创造者都没有练成，只是按照法则推理逻辑想象最终写出的秘法，因为创造者本身都没达到念力振幅强度达到1万分这无比苛刻的要求，这一先决条件便否定无数不朽神灵了，更别提那艰难的修炼之法了。而一旦练成，威力也非常可怕，能够操控最多10000名灵魂奴仆。10000名灵魂奴仆啊，这可是个个都能自己修炼的灵魂奴仆。罗峰感叹，不过条件也太苛刻了，按照我的猜测，那魔婴神将传承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333层，估计整个魔婴神将传承完全接受，念力振幅强度也就10000。而魔婴神将传承无数年来，却无一个生命能走到最高点得到完整传承，这念力振幅强度达到10000，难度可想而知。第五层连创造者都没练成，只是法则推理和逻辑想象，不过能够让虚拟宇宙公司确认来贩卖，估计虚拟宇宙公司最巅峰的超级存在确认这本秘法的第五层是能修炼的。罗峰很清楚虚拟宇宙公司那最巅峰的一些存在，那可是连建造魔山的大能者都不愿抗衡的。合上秘法书籍，罗峰微笑坐在书桌前，心情非常好。按照这书籍中描述，需要将万星控魂秘法第三层练成，才有把握以界主级实力去控制界主级重组母巢，需要将万星控魂秘法练到第四层，才有一丝希望以不朽实力去控制不朽级重组母巢。至于第五层，连创造者都没练成，创造者只是说练成后威力肯定强大无比，须知连不朽级重组母巢也就孕育那么多不朽级重组战士，而一旦第五层练成，即可操控上万灵魂奴仆，灵魂奴仆个个可以单独修炼，拥有独立意志，比如控制10个100个不朽级重组母巢，那简直纵横宇宙了。创造者纯粹是意淫，做白日梦啊。罗峰摇头，单单先决条件灵魂振幅强度达到10000便不可思议了，连魔婴神将传承10000年都没有生命完整得到，显然这第五层先决条件比成为一名宇宙尊者还要难。按照秘法所说，念力振幅强度越高，修炼起来越容易。罗峰露出喜色，这种秘法所谓的灵魂振幅强度就是一个基础，基础越牢越容易修炼，基础也决定了最高成就。灵魂振幅强度是100，决定了最高成就是练成第三层百星境。一般越是接近自己的极限，想要进步就越难，这使得一般需要无比漫长的岁月不断琢去研究修炼。而罗峰的灵魂振幅强度是3200多，来修炼第三层百星境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基础太牢靠了，修炼起来自然要比那些灵魂振幅强度是100分的要简单千倍万倍。按照书籍来看，我最高可以练到第四层，罗峰暗道，可显然第四层修炼非常难，毕竟这秘法虽然最看重灵魂振幅强度，可是法则方面念力质量方面等等都是有要求的，一般第四层都是让不朽之力来修炼，世界之力来修炼就难多了。计划一定，罗峰则开始了在兽神峡谷中的潜修生涯。地球人本尊意识沉浸在元和的本源珠，操控丝丝世界之力修炼万星控魂秘法。本源珠是罗峰的灵魂核心，能量核心，玉主级是分成原力，念力可成了界主，则融合成了世界之力。魔杀族分身则是研究空间法则，金角巨兽分身则是继续进行繁琐的雕刻，体会那兽神意境，当疲倦的时候就转而修炼司天一爪，一旦不疲倦则继续疯狂雕刻琢磨兽神意境，这研究兽神意境却反而令司天一爪威力增加更快。三大分身同时修炼，
法则感悟、万星控魂秘法、兽神意境，三者都在进步。兽神峡谷广袤寂静，上亿苦修者盘膝围绕在那巨型兽神雕像四周，还有那崖壁洞穴内也有很多苦修者，单单不朽神灵便数十万计。崖壁上，其中一个洞穴边缘正盘膝静坐着一名岩石灰战铠男子，正是那位克部长老。他正朝下方俯瞰，似乎在俯瞰着那巨型兽神雕像，实际上眼角余光却注意到了围绕巨型兽神雕像的其中一员罗峰。这都100年了，这个人类还是坐在那一动不动，就连那迪伦、四番旗两名不朽也在那一动不动。克部长老气得牙痒痒，那迪伦、四番旗根本阻止任何金角族人靠近过去，禁止打扰罗峰修炼，要杀罗峰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第62章回归银河系。转眼已经过去182年，在巨型兽神雕像周围环绕着的盘膝坐着的上亿苦修者，还有岩壁内的苦修者们 99% 都没有起身过。对这些宇宙强者漫长的寿命而言，短短182年实在是太短暂了。四番旗长老和迪伦正盘膝坐在罗峰身后，无形的不朽之力环绕在罗峰周围，将罗峰保护好。迪伦先生，这罗峰殿下修炼已经近200年，殿下他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计划，什么时候修炼结束？四番旗转头看向迪伦询问道。迪伦淡然一笑，摇头道，殿下他当然是想要修炼多久就修炼多久。嗯，四番旗、迪伦几乎同时看向罗峰。盘膝坐在那的罗峰扭了扭脖子，活动了下肩部，随即滑的一声就直接站起来。殿下，迪伦、四番旗连站起来，这令后面早就闭眼进修的卡什纳、五名人类界主也惊醒睁开眼，个个连站起来。这些年麻烦诸位了。罗峰转头微笑道。应该的，迪伦说道。近200年算不了什么，我还以为殿下在这前修数万年呢。四番旗笑着道。罗峰转头看向那巨型兽神雕像，心中感慨一声。前修数万年？是啊，如果不是为了还在地球的那头虫族母巢，自己的确是不急着回去。在这观看巨型兽神雕像、临摹巨型兽神雕像，对自己掌握更加清晰的兽神意境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通过与墨星号拍摄诸多照片，而后合成投影出的巨型兽神雕像投影也同样具有威压，可感应起来程度上终究稍微差一筹。我现在境界还很低，临摹那巨型兽神雕像投影也行，反正真正的神韵可以体会小型兽神雕像，参悟速度也就比在这稍微慢上些，大概慢一半左右还是能承受的。罗峰没法子，再怎么样自己也是虚拟宇宙公司成员，现在自己更是监察特使，这注定了自己不能长期待在这。一，自己说不定就有任务要执行。二，那虫族母巢也该回去炼化控制了，自己为此花费出那么大的代价，这虫族母巢一旦炼成将会是自己的左膀右臂，连呼延博当初都认为只要能控制无尽虫海都能阻碍当初那位可怕的大敌。也就是说，界主级虫族母巢的确是媲美极强的不朽神灵，至少在困敌、阻碍、纠缠等方面效果极佳。而一旦这头虫族母巢被自己培养成不朽级，那自己可真的大翻身了，制造出不朽虫族战士军团何等强大。现在就走。四番旗惊讶道。旁边卡什纳也连道，罗峰殿下如果没事不急，可以好好游览我们金角族家乡。不了，我的确是有事，否则也不会中断对这巨型兽神雕像的参悟。罗峰摇头。殿下有所领悟？四番旗好奇道。只是在研究那些鳞甲，罗峰说道。嗯，四番旗也点头。我金角族也早发现鳞甲的特殊，那兽神雕像鳞甲纹理引起了法则波动，却并非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法则。只要是不朽神灵，瞬间即可发现这种特殊，也正因为鳞甲纹理才会吸引这么多强者在这潜修，甚至吸引人类的强者来潜修。你看，就在殿下你左后方远处就有三名人类强者，那三名都是人类中的蜂王级不朽神灵。哦，罗峰转头看了眼，那三人气息收敛盘膝坐在那，而罗峰却根本不认识这三人。金角族人大多给人感觉像石头，那是内在散发的感觉，而不管星空巨兽还是人类，却是一种发自内在有血有肉的感觉。或许还有人类中的更强者，不过可能是待在旁边那座元老神宫内。四番旗解释道。那等身份的存在我就不知道了。哈哈，罗峰笑着点头。好了，其他话不多说了，这次我来拉斯奥世界非常的开心，四番旗长老你这份人情我记在心里。哈哈，没什么没什么。四番旗长老这时候最是开心，这送好处就怕遇到白眼狼，而现在罗峰这番话让这近200年一直跟在旁边像哄着少爷似的一直保护哄着罗峰的四番旗长老心中很是畅快。四番旗长老，
狄伦也开口，那我等就在这分别了。嗯，四番起点头，卡什纳，将来再见。罗峰笑看着那位塔文部的族长儿子卡什纳。嗯，将来再见。卡什纳也连点头。罗峰、狄伦二人都一笑。我们走。罗峰一声令下。嗖。罗峰、狄伦和五名界主护卫迅速一飞冲天，同时飞到高空时，罗峰迅速就将陨没星号飞船从体内世界中取出，直接凭空出现在一旁半空中，舱门自动开启，罗峰七人直接飞入其中。陨没星号飞船控制室内，罗峰、狄伦和五名界主都站在那，透过外景虚拟一眼看到下方那兽神雕像。走了。巨型兽神雕像。罗峰俯瞰着，心中则是感叹，和在圣城际遇相比，在兽神峡谷的际遇反而更加奇妙，对自己的修炼之路也更加重要。观摩圣杯和得到眼神36种，是远不如自己这182年经历数一次临摹后不断加强不断巩固的兽神意境的。这一道兽神意境在刚开始参悟两年时就有了最浅薄的一点认识，那时候效果很低很低，最多是让金角巨兽施展司天一爪更有那么点感觉罢了。可现在182年下来，罗峰掌控的兽神意境已经算是小有成就了，或许和真正的兽神神秘法则相比只有其一分之一威力，可至少现在金角巨兽雕刻出的巨型雕像已经有了非常微弱的那么一丝威压。是的，威压。而且兽神意境融入到司天一爪中，令金角巨兽的司天一爪已经达到一个极其可怕的地步。现在我金之法则、空间法则的领悟，在威力方面，兽神意境已经略超我法则方面了。罗峰暗道，继续修炼，兽神意境越来越强，这终究会是我的真正绝招。会用，却不懂得原理。兽神雕像那股奇妙的法则波动，罗峰是一点都不懂，百分百不懂。可不懂却不阻碍他使用，至少数一次临摹以及小型兽神雕像的引导下，令罗峰掌握住了威力振幅方面略超他法则的兽神意境。兽神意境法则感悟，万星控魂秘法。这182年罗峰主要是研究这三方面，兽神意境最让罗峰惊喜，而法则方面进步速度也很让罗峰喜悦，借主机感悟速度就是快，一天抵得上御主机一年，182年法则感悟媲美御主机时数万年。而万星控魂秘法修炼速度算是极快了，第一层三天练成，第二层一年练成，第三层第182年刚刚练成。其实相比较于正常界主巅峰精神念师需要过百万年才能练成，罗峰短短100来年就练成第三层，算是很逆天了。他的基础超级扎实，只是这秘法毕竟繁杂深奥，耗费过百年终于练成。一旦练成第三层，罗峰再也忍不住，自然决定立即离开回地球。站在控制室内，罗峰俯瞰着下方的兽神雕像，那么多念头只是瞬间一闪而逝。希罗多，谢谢你让我拥有兽神意境。罗峰默默念叨着。也谢谢那位克布长老，克布长老，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来兽神峡谷。巴巴塔，出发。罗峰一声令下。轰，陨没星号猛地加速，直接一飞冲天，朝拉斯奥世界上空不断飞去，很快便破开云雾层，朝拉斯奥世界外的虚空中飞去，兽神峡谷中。四番旗长老、卡什纳都抬头，目送着那陨没星号一飞冲天，消失在高空最深处。他走了，卡什纳轻声道。接待罗峰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卡什纳，我们回部落吧。四番旗长老说道。卡什纳恭敬道，是老师。四番旗长老一挥手，卡什纳便进入他随身带的一方世界内。嗖，瞬移，卡什纳瞬间就已经消失在兽神峡谷，同时出现在塔文部落内。岩壁上默默守候等待机会的岩石灰战凯克部长老抬头看着陨没星号飞船消失在高空深处，不由咬牙切齿，这人类罗峰完全是个疯子，来到兽神峡谷竟然都不去元老神宫，也不跟其他人类见面攀谈，就是一直坐在那修炼。四番旗、狄伦也跟那机械族人似的，一直守护，一次都没离开，现在刚刚结束参悟就直接乘坐飞船离开了。这家伙真是，克部长老岂能不怒。兽神峡谷中过亿苦修者，实际上其中就有数百族人是克部长老控制的界主，狱主是他安排好的棋子，数个计划早已经定下，甚至克部长老做好牺牲准备。可没想到罗峰来了就参悟修炼，参悟修炼完毕就走人，根本没有一丝机会。主人，击杀人类罗峰计划未能进行。克部长老立即透过被他控制的一名界主族人，让那界主透过虚拟宇宙网络发出了经过加密后的情报。情报经过几次转动，在虚拟宇宙网络无穷无尽的邮件中根本丝毫不起眼，最后进入了一名行星级成员的邮件箱内。那行星级成员
正是生活在荒蛮宇宙国疆域境内某片星空对应的空间夹层内的神国内，迅速将消息上报给高层。